那天是6月5号，A 股收盘尾盘加速跳水，又是一个全线杀跌，多只票跌停，A 股可以说是非常差。这种行情下，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不为过，也可以用血本无归来形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有几只票真的让你血本无归，有3只退市的票啊，今天跌了最少的都跌了80个点，这个退市同达。跌了80个点，还有就是退市探员跌了83，这里有一个退市元辰跌了96。如果你持有是这几个票，你想想什么心情？血本无归已成为了当下 A 股的一个现实，可以说 A 股当下的风险是非常之大的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还有就是今天出现尾盘跳水杀跌，然后两市的成交额已经跌破了7000个亿，可以说啊，现在的 A 股几乎是没人玩了，除了量化在那里折腾之外，散户几乎不动了。那除了散户不动之外，游资也不动了。那么这种市场何时才能反弹？股民的希望又在哪里？后面反弹的话，我们还能够参与吗？哪些行业存在的机会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就盘面做一个解读。讲之前，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，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转发。再次的提醒广门朋友们，当下的 A 股啊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过的行情，节奏不对，很有可能让你大亏、暴跌、暴亏，甚至让你血本无归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。就是新国九条出现后啊，那高层在什么，在严查财务造假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查出来以后就给你一个 ST，要什么退市警示。所以啊，这段时间你看 ST 板块个股的话，几乎是天天有几十个票跌停，批量跌停，甚至有些票连续20几个日交易日跌停，股民损失惨重，血流成河。那么究其原因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跟前几年的垃圾股太多了。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啊，很多新股民没经历过啊，就是在这个5000多点的高点的时候，是吧？2015年这个牛市高峰期的时候，中国股市大概上市公司在2700多家啊，当时啊总数量在2700多家。那么你想想。2015年2700多家，现在是多少？2024年，现在已经是5300多家，增加了多少？几乎是增加了一倍啊，几乎增加一倍。那么，在2018年之前的话，我们的股市当时的这个数量大概在3000多一点点啊，3000多一点点。朋友们，你想想，在这几年，就是2018年以后，这4、5年的时间，每年增加几百家，每年都有3、400家。所以说啊，这几年时间增加了股票数量达到了2000家。那么为什么这几年增速会这么快？是因为我们的注册制，对不对？注册制来了。那么注册制这些股票加速上市，但是在这个加速上市的过程中，很多的垃圾股，很多的皮包公司，很多的。这个什么造假公司都来了，然后他们为的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什么来这里圈钱，来这里套现。现在随着新主席的上位，随着新国九条的出现，那么上面明确的要什么，要把这些垃圾票把它清出去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垃圾票确实是在不断的冒出来，不断的清除。但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垃圾票造成的损失谁来买单？股民买单。所以啊，这是当下 A 股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啊。在没有退市赔偿制度的情况下，退市赔偿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，大量的清除垃圾票。那么这些垃圾票里面的大股东恨不得出来，为什么？终于不用造假了，终于不用想方设法的做假财务报表了，对不对？他该有的钱都已经尽带了。
所以这是 A 股当下最大的风险，是 A 股当下杀跌连续啊这种什么弱势行情的最关键的因素。我在前段时间还一直在讲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，我们中国股市每天都有几百亿资金流出，每天都有几百亿资金流出，那么这个钱到了哪里去了？到了大股东的口袋，是不是？我也跟大家讲，这个钱就进了他们的口袋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他们的口袋？他们可以通过什么？通过转融通是吧，出逃啊。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这个行情。所以啊，股民朋友们，尤其是在刚刚说房好友问我说中国股市还有救吗，说真的，在这种情况下你问我有没有救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因为我们这个行情啊是吧，是跟什么有关的？跟我们市场的某些交易规则有关的。只要我们的高层能够下定决心把这些漏洞给堵住，把这些不合规不合法的东西全都给它推倒重来，我觉得我们的中国股市仍然是有希望的。但是现阶段还是很难做的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，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，注意这个变化。还有今天的 A 股跌破了7000亿的交易额，从这里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秘密，重要的一个数据。什么数据？可能有些人在前几天就问了我，包括在昨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说，哎呀，我看了一个数据，说什么呢？说啊 ，A 股啊，30岁以下的这个股民占的比例很少，然后他说占的比例已经在 3% 以下，是不是真的？其实啊，我也看了相关数据啊，应该算是真的。从市场反应来看啊，就是说啊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就是90后啊以后的，几乎都是不炒股的。两个原因，一个是90后他没钱，甚至很多90后他都是什么负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花呗借呗啊，反正就是到处欠，对吧？所以90后本身就没有钱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90后已经认清了这个市场的规则，在这个里面根本就赚不到钱，因为他有个什么，他有这个想法的，有这个潜力的。90后的话，很多的他的父辈甚至爷爷辈是吧，你想想他父辈的话大概在70左右，他这个爷爷辈在50左右，那么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啊。70后80后包括这些50后60后，他们几乎都没赚到钱，几乎都把什么把积蓄亏在股市里面。所以90后包括00后，他们的这个什么，他们很清醒，几乎都不来股市的。你想想30岁以下的股民只占了全市场的 3%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就说青年人啊，年轻人几乎都不来了，那就说没有青年人进来，没有人进来的话，那这什么，这就是没有韭菜了，没有新韭菜了，没有韭菜来了，你说这个股市怎么做？割不动了，没有割了。所以啊，它成交量不就越来越少了吗？成交量不就越来越下来了吗？是不是？这是当下 A 股啊出现这种问题，出现这种行情的原因啊。所以大家知道就好。那问题来了， A 股今天收量下跌的，何时反弹？说真的，我觉得这里反弹你要注意重点，哪怕指数反弹了，哪怕指数涨了3100了，如果你的重点不对，你的节奏不对，仍然赚不了钱。当下的 A 股啊，可以说分化非常之严重，一定要避开啊，避开一些有问题的票。我在前面视频当中啊，包括在今天啊，跟大家提醒过，可能大家看到我前面视频也可以发现，是吧？今天有一只票啊，跌幅是96点多，你没看错，是96点多。这个票叫退市元成，它是退市的第一个交易日啊，直接干到了，对吧？-96，这什么概念？你想想是不是？你有10000块钱，结果变成多少了？你自己算一下。如果是10万、100万的话，你想想，就剩那么几个点，这什么概念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朋友们啊，这类票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再心存幻想了。我相信有些人他可能是在退市整理期的时候啊，是吧？是在下跌的时候，他有些还会去兜底，有些还会去抄底，对吧？去博一个这个重新上市，博一个暴富。但我觉得以后大家要放弃这种幻想了啊，概率太低了。一旦你入坑了，
你血本无归，你一辈子在血汗钱几乎就没了啊！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，因为我们市场退市规则、退市制度不完善啊，所以啊，在操作上面大家还是要保持清醒。还有，我们来看今天的 A 股跌破了60年线，昨天好不容易啊反上去，今天又跌破了。昨天拉上去的是谁在拉上去的？昨天是什么？下午拉是因为电力板块的利好拉上去的。那今天的电力板块直接就给你干趴了，对不对？直接就低开低走，所以你追高我就打，你追高我就按住你。那你说这种行情下谁还敢去拉高？谁还敢去顶啊？没人敢，没人敢去顶，没人敢去拉，那这种行情不就越来越差吗？越来越不行吗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什么？要有强有力的资金，强有力的手段来护住大盘。当下 A 股啊，能够护住大盘的，能够守住大盘的，能够稳住大盘的，只有大金融和中字头。但是大金融方向，尤其是银行方向又在高位，银行反而拖累了指数，成为了下跌的主要方向，成为下跌的主要对象。所以银行在不作为的情况下就靠证券，那么证券在这个位置它也不动啊。你看虽然说它位置很低，它很想反这个位置啊，它就是不动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不反。那么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的股民没有办法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，躺平。这个时候证券我跟大家说啊，没啥办法，只有躺平。躺平不管它，后面等着它轮动反抽，等着它轮动反弹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证券不动大盘不动，证券不动大盘想要涨很难。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字头，中字头是属于国企央企，那么随着新国九条的出现，中字头是受益最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垃圾票都清出去了，那么中字头很多是属于国家央企的，业绩比较好的，资金关注度自然而然就提高了，所以这个方向也要动。但从市场反应来看，轮动也是很快，也是没有持续性，今天有利好了搞这个，明天有利好了搞那个，但是啊，今天大涨了，明天又备案了，所以说这种行情下也是非常之难做，非常之不好做。朋友们啊，当下的 A 股啊，就这种行情，在操作上面一定要保持理性，一定要保持谨慎，一招不慎你将血本无归，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清楚的啊。除了中字头大金融之外，其他的权重板块也不行，包括北九啊，对吧，这些都不行啊。以后前段时间的周期啊，周期主要是以电力煤炭为代表的，包括黄金为代表的，但是这些方向近期走势也不行，也是出现连续下跌连续调整。当然像黄金的话，它的下跌跟这个现货价格有关系，但是同样的跟它的什么，跟它前期大涨的这个高位有关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比如说黄金，对不对？你看纽约金的走势，纽约金的走势它近期虽然说是调整的震荡的，但是它调整幅度并不是很大，可是你看一下我们的黄金概念股这段时间却跌的比较大，这就是重点。说白了就是有资金在什么，在高位抢跑，有资金在兑现利润。所以啊，当下的 A 股啊已经缺乏了流动性，已经缺乏了上涨的动力，只要你涨就会有人砸，只要你涨就会有人出逃，只要你涨就会有大股东恨不得把所有的股票都卖给你。你买的是股票想赚钱，那么不好意思，他要的是你的命，他要的是什么，是要你倾家荡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当下 A 股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情况啊。但也不能说啊 A 股没希望，我在开头就讲了，只要把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全都给他给什么给控制住了，全都把它给什么给限制住了， A 股后面还是有机会的。当下的 A 股啊风险是非常之大的，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重点啊。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权重方向之外，还有就是各大板块里面的行业龙头一定要跟紧了，一定要买好股，买业绩比较优良的龙头股，买位置比较低的龙头股，不要再轻易的去追高，不要再轻易的去什么去买其他的一些垃圾股了，一些概念股了，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。那市场的热点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什么呢？在科技类啊，科技类仍然是市场的资金的一个主战场，但是科技类的话也不能盲目的去追高了，它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，所以后期在操作上面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，保持谨慎。如果说这个行情下
A 股反弹了，能够让你快速回本的，能够让你快速吃肉的，也只有科技加汽车。大家觉得呢？好，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